我们今天除了各单位贵宾的莅临，现场我们也邀请了一位在一对界拥有许多粉丝的神秘嘉宾来到现场哦。各位现场朋友，大家猜到是谁了吗？准备好你的双手，睁大你的双眼，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小李冰孙孙。今年就读小学三年级的孙孙，常常可以在国庆典礼或是举光圆地上看见他的身影，在一对界相当具有指标性。孙孙从两岁半的时候就爱上三军一队，从此之后坚持每天练习礼兵步、靠腿、拖枪等动作。在练习高难度的枪法过程中也曾经受伤，即便如此从不轻言放弃。与我们现场所有热爱乐仪起舞的同学们一样，持续的练习，不断的努力，才能成就自己心中每一次的完美演出。再次给孙孙热情的掌声。